未来人类，呃，或者鬼知道是什么能动的东西啊！如果挖出来这样一个一块钱硬币大小的玻璃片的话，那么它就发财了，因为这里面可能储存着史前文明的全部记忆啊！当然，我们就是这个史前文明了。而当然，它能不能真的发财呢？得取决于地球上的下一轮文明有多先进了啊！至少得跟我们一样吧。这项技术叫做五维石英数字存储技术。 其实早几年前呢就被发明了出来，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已。它通过激光以飞秒级别的脉冲，在石英晶体的内部蚀刻出一系列上下左右间隔五微米的纳米光栅，而这些纳米光栅就储存着信息了。有点不太好理解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们就拿简单的 CD 来举个例子。 都知道，计算机的数据不论是什么样的数据，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等，所有的一切呢，本质上都是由一系列的“一”和“零”组成的。CD 通过在其反射层上面刻上一系列的凸线来体现这样的“一零”排布。 当激光照射到有凸线的地方时呢，它就会被反射回到传感器，于是数据被记录为一。当激光照射到没有凸线的地方时呢，就不会被反射，传感器没有接收到信号，于是就会将数据记录为零。所以你看啊，要是我们用 CD 这样的单层材料来记录数据时呢，哎，它就是一个二维的记录方式了。想要加大储存的密度啊，那就把单层的变成多层的呗。DVD 和后来的蓝光碟就是这么干的。于是数据记录除了长和宽线。 现在就加入了高，变成三维的了。哎，那石英上凭什么又多了两维，成了五维呢？哈，因为石英晶体特殊嘛，它里面被蚀刻出来的纳米光栅遇上激光之后呢，会产生双折射。而双折射由于蚀刻光栅的特征不同，又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参数嘛，偏振和强度，分别由光栅的排列方向和光栅的尺寸大小来控制，就为存储材料带来了额外的两个维度了。你看。 飞秒、纳米、五维，哎，你不需要真的知道它们在小数点之后有多少个零，只需要知道这一下存储数据的坑就超多超密了啊，自然就能够在更小的记忆体当中装下更多的东西嘛。前几年的水平呢，是一个硬币大小的石英能够存下三百六十个 T，现在好像是增加到了五百 T，并且支持一定程度的擦写了。好，它除了能存的超多。 石英嘛，也就是二氧化硅，玻璃还超耐用、超抗造，对不对？随随便便保存个几千年是不成问题的。不知道甩了磁盘、光碟多少条街了。所以，如果人类文明真的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啊，能够将我们的集体记忆留到下一轮的大概率就是它了。哎，最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：如果你得到这样一块记忆石英，你准备拿它来存什么呢？